亲爱的，你决定了吗？去夏威夷吗？不是。爸，是我留学的事儿，我们同学都出国了。决定了，陈总介绍我们到嘉诚海外移民。感谢嘉诚海外帮我们顺利地办理了 BC 省投资移民，现在我们成功创业了。诚信与务实是我们嘉诚海外团队23年来服务的宗旨。移民留学请找嘉诚海外，嘉诚海外咨询专线604-273-1395。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 InfoCube 科技有限公司与北方集团战略合作签约及上市启动仪式，吸引多位加中两地科技、金融、企业界代表出席。北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吴冠廷表示，此次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将立志于推动加中资源共享与能力互补的同时，在数据中心与云计算、网络虚拟化、云化领域、5G 和互联网领域、人工智能等方面深入合作。未来，北方集团还将会把自主专利通过与 InfoCube 的合作落地加拿大，并应用到北美的市场当中。我们在未来在物联网上，我们数字孪生技术上是要有紧密合作的。而我们北方集团呢，凭借着我们多年的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，未来与 InfoCube 合作会强强联合，在北美市场共图一番事业。 InfoCube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琦补充，接下来公司计划在今年6-7月左右在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创业板与美国的交易所同步上市，未来希望领先加拿大科技股的同时登陆美国纳斯达克。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加拿大最先进的技术引进到中国，把中国真正落地的这些技术再反哺回加拿大，然后在加拿大市场，在北美的市场，我们能够在取得领先的优势。凤凰卫视吴景、黄山、温哥华报道。